就是花莲旅行团地太近。奶奶在这里。东西黄广公路啊的起点，你有来过吧？啊，你一定有来过吧？有啊，你们啊，以前路弄他们家有啊。是哈、哦。他是中部皇冠开通，我就坐公路起来了。现在在持续往山上开的途中，然后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，所以路上的人比较少。然后我们今天要住在山里面，是花莲人都很期待的一个。花莲人都很期待，对，花莲人只有我而已。花莲人很期待的一个地方。我要这样进去还是这样？这是出来？啊，明白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进入的感觉。嗯，虽然说我就住花莲，但是我真很想来住天祥。就是住在山上的感觉，就住在国家公园，国家级的，应该说世界级的国家公园里面的感觉。哦不，我们其中一间房间有一点问题，所以现在只能先开其中一间。那我们先带爷爷奶奶去房间休息一下。我觉得整个环境到现在都很一个 relax 的感觉，是有一种东南亚的 top 房间的味道吗？还是高级饭店其实都有这种香味？没有，他有故意放那个香茅还是什么的味道？香茅，不是香，像要兰花的味道。对。弄来的，好大哦！哦，阿姨，早去看你的房间，好大哦，很大哦，你不要吵，有没有可以看到峡谷哎？哇，大间啊！对呀、啊，啊，太大了，好了吗？可以看一下，哇，这形状太好了，啊，漂亮吗？哎，漂漂亮棒，我都崇拜。我们两间也分几间了？没有，我们订两间呢。阿姐，你赶快去把。嗯，你在，他有点搞错我们订的房间的数量啊，所以他现在在帮我们准备。啊，如果另外一间更漂亮，你们可以去住另外一间。不用啊，而且这里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溪耶。对啊，峡谷，好清澈的水哦，可以泡澡至少。哦，有浴缸，然后蛮好的。哎，整个饭店都围绕着一个很香的。我今天是我被晒到，我要什么脸膜？奶奶觉得房间怎么样？很漂亮。早上起来就可以看美景。嗯，风景。Welcome to my house。我心目中的就是房间就要长这样子，不是说是内装长这样，我是说看出去外面是要长这样子。可是我还以为就是旁边就是直接，我也是这样以为。垂直，但是这样有点恐怖哦，会不会？不会啊，那应该更酷吧？哎，怎么有人拖鞋掉到那边去？有，你有巧思，这个木柜我们以为是就是一般的放电视传统的，把酒打开来，带有点磁吸性的柜子打开是这个，就是泡茶跟泡咖啡的柜子，然后里面采用的是爱马仕黄、爱马仕橘，然后里面这个就还有就是一些的旅游指南，然后下面是冰箱。冰箱有给你试罐饮料跟，还有面膜，哎，还有面膜哎，泰鲁格精英酒店面膜，提提颜的哎，还是名牌货哎，高级货，对啊，这个你应该拍给你妈看，你妈说啊，没有来住真的是，不会，她觉得肥，有提提颜，她不会的，她用的咖啡是很厉害的哦，是绿挂式的，自己讲完发现没有很厉害，然后是名牌，叫卡塔摩纳 ，I don't know where， sorry。这里就是一个很实用的区域。啊，就没有衣柜啦，你要开什么？这不是衣柜，这不是衣柜哦。衣柜在这啊。好吧，你来看这个卡片。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猴子在散步。猴子哎，猴子在散步。你看到这边？嗯。所以下去很恐怖的，哎，那边好几只，那边在右边，左边好多只哦，三只。你要去那边很恐怖。我不要去那里了。三只猴子，猴子会抓人。对呀、啊，会跟你抢食物。我们另外一个房间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准备要去
开箱我们的第二个房间，搞错了房，那个人数跟房型，需要帮我们分担。我觉得阿后大饼房间好像都脸毛毛的，一定一样。什么升等？没有升等啊，明明就一样。他跟我讲说升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升一层楼就是升等啦，多了阳台啦。哦。哎，我觉得这间应该给他们住哎。可以啊，因为这间比较近。你觉得嘞？我都没差。啊，可是那间的 view 比较好哎，出去看看。对啊，这一区要靠这边。好，所以我们换到了一个多了一个阳台的房间。阳台的房间，这边的味道更香哎。好，我觉得让他们住这间好了。想变成很大间，殊不知只是多了一个。多了一个阳台，那就要走一次，因为我们五点半要吃饭了。今天因为一些订房上面的错误资讯，导致我们另外一间房间比较累感。但是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们跟爷爷奶奶的房间距离好远哦，就是要就近照顾稍微比较不方便一点。像我们昨天就是在对面的房间，我们现在是差了一层楼之外，然后横向距离大概要走四倍以上的距离才可以冲到他们房间去。对，不过这边的 view 真的很好，这样看过去完全是绿绿的。对，是不错了。对呀，爷爷说他过年要再来一次。过年啊？过年也不要订订啊，说不定过年现在已经没有了。这个超难订，我们六月就订了九月的房，六月才订得到九月的。等一下是五点半的时候会去他们的自助餐buffet吃饭。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先预定好位置了，就是这里很多东西就是先预定好就对，对，免得你到时候来的时候就是可能时间啊或什么的话不满意。比较精致啊，看起来比较精致，对，看起来比较精致。那你先立马吃一口牛肉看看啊。牛肉帮你们拿四片。一样啊，干干，比较湿一点点。是哦，那味道都一样，就是牛肉没有。觉得虾子好像变成自助餐的必备款式。但是今天的这个就没有生鱼片，所以爷爷就没有生鱼片给你。而且人有点多。好，可以。然后刚奶奶发现这里有一款调酒叫做峡谷佳人，跟奶奶喝看看。有酒味哦。没什么酒味。榴莲那个水果。炸榴莲。榴莲哦。奶奶要吃啊，你要闻看看吗？你闻看看呢、啊？没有味道啦。好吃吗？还不错。是哦，没有味道，好可爱的羊羹是山的形状。泰鲁阁的形状，对，是羊羹啊，绿茶羊羹，抹茶吧，它是抹茶羊羹，嗯，不会太甜，我蛮喜欢的，但爷爷应该不喜欢，因为真的没有很甜。才吃饱没多久，你要想要干嘛？因为我们刚刚已经休息一个小时了，然后觉得之前没有运动，肠胃消化不良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去动一下，让我觉得
不知道是哪里怪怪的，身体好像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我们去运动啦，走！果然没有人，因为现在大家都还在吃饭。那你可以脱衣服运动哎、欸！好，来为大家做清凉的饮料，还可以吃苹果哎、欸！夏日水果蜜，这是有用过的吗？还可以吃苹果哎、欸！好，收。这个 bartender 有点烂惨。我们再动一下吧，来吧。今礼拜几啊？今天礼拜天啊，礼拜一。吃饱喝足了，今天在这边的晚上的行程大概就到这边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蛮厉害的，我们一路从台东迁徙到花莲的市区，然后再到太鲁阁，蛮厉害的哦！辛苦你了，今天的司机先生。我有那种汗淋呆的。因为我刚运动完，然后因为平常运动完就有喝高蛋白的习惯，然后最近有高蛋白就吃高蛋白棒了。嗯，那会不会很疯狂？还好啦，你已经两天没有运动了，好哟。所以。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开分享、开铃铛啦，分享开分享开铃铛。好好，今天就这样喽，拜拜拜拜，期待明天都要去哪里。